海龟像吃面条一样吃水母，它的嘴巴难道不会有刺痛感吗？在水母的触须中有一种特殊的细胞，可以极快地穿透皮肤引发中毒，但海龟表皮有一层鳞片，水母很难刺破。不过眼睛是海龟的弱点，所以当海龟遇到水母时都是闭着眼睛下口。另外，海龟的口腔中充满带刺的凸起结构，这些凸起也被称为角蛋白，可以阻断水母的攻击，所以海龟吃水母不仅不怕毒，还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吃。下期讲海豚为什么要救落入水中的人。